各位早晨，歡迎收睇一節天氣，我係蔡子信。今朝嘅時候由中環望出維港兩岸，見到天上面雖然有啲雲，不過雲層整體都唔係太厚。咁喺大範圍嘅衛星影像就可以見到廣東沿岸地區上空嘅雲層較為鬆散嘅。咁原來依一區正係被一個高空反氣旋係支配住。預計香港今日日間陽光都唔錯噶。咁而氣温方面，去到朝早嘅六點鐘，見到香港各區嘅氣温普遍都介乎26至到28度之間。我哋預計香港今日嘅天氣將會係大致天晴，但係局部地區會有啲驟雨。日間係天氣酷熱，最高氣温都會上升到33度，會吹住輕微至到和緩嘅西南風。咁同埋提一提大家，預計今日最高嘅紫外線指數有12，嗱強度屬於極高㗎。咁大家如果需要外出嘅話咧，記住都要做好防曬措施，唔好曬親。咁展望喺未來嘅一兩日都會係部分時間有陽光，但亦都有幾陣嘅驟雨。預計去到週末期間天氣就係酷熱。一節天氣講到依度，下次再見。